拐杖也可以是武器。 你不记得我了？咱俩认识。我司是全球排名前十的医疗器械公司，您闺女是高级技术销售，享受带薪休假。我孙子，那可是人中龙凤，而立之名的大小伙，是我们镇上最不可或缺的人才。需要试着交易。 师傅，我错了，在求您千万不要再突然睁开眼睛。那咱们这行有回法，你这个系列的运动绝对差评。小子，追女孩的本事没生疏吧？向来没这个本事，都是姑娘追我。我让你再给我拽！越来越沉。陈麦冬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对你还有旧情吧？这就给孙子。 在镇上那可受景仰了。怎么，以为我们城里人都不相亲，都在酒吧里搞对象？走了，你是在故意逗我？看你怎么理解。打住！啊，这一天的。 一时冲动，抢了。再播放一遍喜讯通知。鸡巴来着！我估计是你姑娘没脸没皮。哎，在南平不是在上海呀、啊，姐姐。陈麦冬，你当初跟庄姐怎么传的绯闻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哎，陈麦冬，你在单位人模狗样，你怎么来我们这儿还这副德行？ 小杰，肉哪儿那都是人才。我要当南平的金凤，肯回来。我会打算伺候伺候的。那你给我涂唇膏。耍流氓是不是？对女青年耍流氓。七情六欲本来就不比精神互动低级啊。 咱姐向来坦荡，为什么从来没读过这出令？主，这回你信我，咱姐就是被 PUA。你好，我是陈麦冬妈妈。阿姨好，我是庄杰，陈麦冬的高中同学。渗人物性的气息也是一种荷尔蒙。走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洗澡呢，你先出去。我不。 陈麦冬，你对所有人都这样，我怎样？冷淡。庄姐，嗯，对所有人都这样，我怎么样？轻浮。家东子跟庄家这孩子，他缘分大的，能会在这两个人的中间。陈麦冬，第三者啊！别打岔，你问我缘分大不大，我才不是故意的情分啊！ 街坊邻居是不错，我有时候都在怀疑你到底有没有长相。咱俩之间论文处事，我比你坦荡多了，你拧吧，你最拧吧。说实话，我不太知道真正的喜欢该是什么样子。那我们现在究竟算什么关系？庄姐，我就是个本本分分的镇上人，循规蹈矩，跟你不是一挂。 你就这么喜欢我？很喜欢。陈麦冬，我离开南平以后，你会不会和我们？当女婿陈麦冬，他也不是个健全家庭，他们俩凑到一块儿能好得了？你和陈麦冬什么关系？谈恋爱呢？什么时候结婚？哪跟哪儿啊？他干嘛呢？玩呢？像咱们这样的注定要受点委屈的，人生无常。 谁也不要为了谁牺牲。你既然没打算长处，你就别那么积极。
清不清福，关你屁事！我送你回。我们不跟人握手，也不喜欢说再见。陈麦冬，我走了。 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幸运，是我确信自己有能爱我的家人。即便我是个残疾人，也不耽误我为他们赴汤蹈火。好巧啊，在这儿见到你。不巧，我就是专门来找你的。有些人和事不能奢求，该离开的总会离开。 一般人也不想跟我们有肢体接触。你还好吗？就你这身体，加上他那条件，各自都是负累。闺女，以后那种只关注你脸不关心你腿的，就都算了。我帮你。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？你告诉我的吗？拐杖也可以是武器。